哎，你们到底知道他是我为什么叫他学长啊？他也是华冈的、啊，他是华冈第一届的，第一届。对。他每次都会把我老公带到他根本不知道人在哪。哎，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刁哎。我没有在刁你。我真的有点害怕。我没有，我没有，我都让他找得到。我问他说：“你昨天去了哪里？”他说：“信约我去吃饭，哪一家餐厅？”之后去唱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回来了。哦，对，他都会这样，他大概喝到一个程度，他就会自动导航，我要回去。我说哦好，那你行吗？那有司机。我说好好好，那就 OK 啊，不理你了。谁？我不吃，谢谢。你不吃？我就是一直感到反胃。你不吃，那我吃，我不是一个人变胖吗？你怎么有这么邪恶的思想啊？所以我怀孕变胖就是因为你一直叫我吃，你真的好可怕哦！你要我讲几，我都讲到哭。他那时候怀孕的时候，他一直问我说：“回来吃甜甜圈什么什么。”然后你也知道他受孕过程多辛苦。然后好不容易怀上，然后我就说：“珊，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真的是心疼他。女人，我觉得只有在怀孕的时候，你不要转移话题。重点是，他说你不吃，那我一个人吃，不是我一个人发胖。因为我老公每次都说你妹在害你，你不要老听他的。我哪有害你呀？我没想到我老公讲的话才是真的。就是现在我真的发现，我要跟我老公说声 sorry。你们自己评评理，我有害我姐吗？我刚刚那句就是个黑色幽默，你们不懂吗？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我只能去找五妹了。五妹，五姐啦。哦，五姐。你有一阵子瘦到39斤，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觉得好看。哦，我那个时候是得了厌食症啊。可是你拍戏的那一阵子也是啊，都是差不多在39、40公斤。如果是拍电影的话，我就会调在42公斤。拍电视或者是主持节目的话，就是44.4。是控制的那么准确吗？但现在我都不上体重，不上秤了，肉眼上看起来觉得还行就可以了。真的，我也是。我老公就来问我说：“今天你上秤没？上秤了没 ？”Why？ 我就想说他真的很不要命哎，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把我问火了，他就惨了。对啊，就有一天他去出差，大概一个礼拜，我就瘦了大概快要10公斤。嗯。然后回来就很害怕，他说你是不是生重病还是怎么？然后说一定要拉我去做体检。然后我说我根本就没病，你不是要我上秤，你就嫌我肥，我就减肥啊。可他就是不知道，如果把我惹毛了或我狠起来会是怎么样。堵他的嘴，我就瘦给你看。因为他们有看到我瘦的过程，他就一直说，老婆，我觉得你应该去多运动。因为他像他去健身房，他就要穿整套的，还特别去上网购买那种健身服。可是我就跟他说，我如果做有氧运动，我就会立刻死亡，因为我心跳太快，我就会心律不整。有一天我就会发火，我就请我的瑜伽老师到我们家里来，然后我说你要陪我一起做。那我那时候肚子已经很大了，然后我的瑜伽老师知道我的程度如何，他就用照样用平常的程度教我。我老公只做5分钟。他就发火，大骂脏话，做不了，做不了了。我就说，我大肚子我都还在做，而且是你叫我运动，你说要陪我运动我才运动，你现在不做我也不做，你给我继续做下去。然后他就跟我翻脸呢，不做啊，这样子哎。哇哦！好适合你哦，这个。其实我觉得你下一个发型已经有了。Oh, no no， 我 I like this one， I like this one。我每个人都选一顶上吧，不要闹。
好看，蛮好看的耶。我们这次旅游就是要自己开心啊。我觉得你要很像雷公，你知不？雷公。我好迷幻。不然这样很像雷公，你知不？短剧不是雷公带这种家法。下面还有辫子，你好恶心啊，徐志远。我好想殴打我自己啊！我好受不了自己。你整的是汪小菲的离婚协议，不把你焕然一新。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有种回到那个娱乐百分百的那个变装秀的感觉。现在我们四个人可以站在一起了，快快 ！We are four sisters。七个字，七个字。这里，英来，缅甸，缅甸。这四个字是。晃晃悠悠，来来去去，坐车的时候也这样，然后坐船的时候也这样，来来吐吐去，来颠颠去，颠来颠去，颠来颠去。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字，哇哇！哎呀，还蛮会的。哎，颠来颠去是我想到的，是吗？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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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蚂蚁，你我他，他蚂蚁他，竟然，哼，下一个字，手脚，一半，左右。蚂蚁它竟然又有灵魂，灵魂，哇哦，有灵感，有灵气，灵，有灵。最后一个字，嗯嗯。哈？嗯？魂？咦？蚂蚁它竟然有灵啊！灵啊！换出题外笔。好。需要难道是让大家走投无路 ，OK？ 因为你知道这个游戏还是以趣味为主。你现在觉得有点压力了，是不是？不是，我是怕你把它当成一个真的竞赛。
反而弄巧成拙。好，跟成语有关还是也是一段话？十个字。跟我们的旅行有关吗？前面三个字。跟成语有关还是也是一段话吗？外面有很大的波浪，对，水怪。你现在在讲，可以不要那么急的表演吗？对啊。阴来湖水上，阴来湖水怪，对，水怪前面有两个字，就是担心有水怪，是否有水怪，两个字，担心，怀疑，就怕，阴来湖真的有，有。有是第二个字，前面还有一个字，就有就有，哦，加油啊各位！我想看哈，刷油漆，不是，彩带，不是。图画素描油画山水画油画山水画素描画的一种完整的说法叫什么？绘画会有你说，你说，你说，哎，啊，我妈，票选，你们两个票选，想揍我的人举手，想揍艾雅的举手，所以。还是我赢哎，老赵你加加油。所以你们都没办法演出这种戏吗？我老公应该不喜欢我这样。我老公才不喜欢呢，我怎么可能在我老公面前这样？我老公都以为我是一个害羞的小少女，然后全身香喷喷。嗯嗯，我心里在想说，哎，三四天没洗。超恶心的，拜托不要喜欢我 ，OK， 各位男士 ，OK， 我们就是这么恶心。我老公应该不会看这个节目。我先回去了，好，晚点见。疯了，我们已经太累了。我开始有点饿了，我们要去吃饭了。Cheers 一下 ，Cheers！ 今天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梦想。今天拍照哪一卡你们最喜欢？我觉得都很好。对啊，我刚跟我的网工说，我们今天拍了一整天的照片，然后那个我妹又被蜜蜂叮了，然后我老公就留言说，他怎么搞的？他为什么老是惹这些事？惹。他都不觉得那个是意外，他觉得你去惹那个蜜蜂，你知道吗？谁在他心中你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啊！你想不要 ，Peter？ Yes. She really wanted your stick sticker. I will check.
啊，好痛！活该。Oh, Peter, do you know my friend Aya? Her favorite thing is sticker too, so she won the maybe 50. Do you have 50? 50. Yeah, 50. 他说明天给他要拿去印，你们不要这样整人家好不好 ？Okay, I just need three because I have three girls. I just need one. I have one daughter. Thank you.、Yeah.And actually, she has, excuse me, Peter. I don't have any children. I'm not married. I'm single. And do you know, you really look like my sister's husband. Yeah. Really? She asked you really? Yeah. Her husband is really handsome. You totally like her, like him, 100%. She just kidding.I'm single, I don't have husband. But if I want choice husband, I will choose your style. 你竟然为了他在大家面前说谎。观众会想说他明明不是 single 啊。你是欠揍是不是啊？我们两个欠揍指数不分上下。他比你高多了好不好？哎呀，你不要那么谦虚。你想跟我比啊？下辈子哎，还想抠呀？比比比比，还想抠呀？比比比！哇，我觉得我们赶快回饭店好不好？这一回去行李都不拿，就直接开打。导演，我可不可以跟他们住不一样的饭店？导演，我觉得我现在生命有危险。旁边有一家饭店啊。我等一下就 check in。而且你可以天天来找 Peter， 就在隔壁，你可以把整个房间都贴满他的贴纸。谢谢 Peter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快乐，吃饱喝足了吗？吃饱喝足了。好，那我们走吧，我们去水上吧。好。啊、我要孩子。孩子没在，我在开车。你为什么在开车还可以跟我视讯？是你跟我视讯，我得回你，我不敢不回啊。好好开车，拜拜。小杨在，孩子。欠揍。外出一定带的三样东西是什么？抛开食物和水啊，这是必须的。衣服，抛开衣服。衣服这是一个特点，就带特多。就婚纱会带上这三东西，就是各种衣服。带什么？很没什么，就带孩子的东西。现在要自己的话，还能带。我可能得再准备点吃的吧，吃东西。S 姐说她带三样东西是您、司机跟保姆。出钱带司机啊？对啊，带保姆就够了。那您知道他们四个人待在一起做过最荒谬的事情？因为他们四个人一起，嗯，做最荒谬的事情，疯狂吗？最疯狂的是，他们经常开，比如说开变装 party 什么的，是吧？没有哎，我很少看他们四个都凑在一块儿。那他们私下是会跟其他的朋友开变装 party？ 这倒会，一般都是就我老婆穿着那个当天在服装要求去了，大家都穿的美美的。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那 S 姐，哎，小轩是挺那个。这个挺符合主题的，嗯，他们也挺有那个，对，他们几个是可以，嗯，但我听说过他们仨以前出去玩的时候，挺荒谬的，挺荒唐的啊，挺有意思的，
像喜剧片似的，就比如说，比如说这刚去不是游学吗？当时去欧洲，那小轩就生病了，那生病他们俩给这个人买药，不知道小轩选阿司匹林过敏，然后就看着他吃了以后送医院急救去，然后对，但在街边上坐着就看，这他们在挺有。挺有笑感的啊，真绝，全都是真绝，对，挺有那个，对。那您觉得他们这次旅行，您最担心什么？最担心？担心孩子吧，担心在那儿吃。那我担心啊，他担心。你担心他们是吧？交通安全，其他倒还好，交通安全，这车多呀，过马路的时候左右不看着的啊。今天很开心，但是今天真的，我刚刚就坐在车上的时候，一放松就觉得，有累有累，而且我觉得连续今天是第四天，累积起来，可是累归累，还是觉得很好笑。是啊，因为我们是四姐妹。真正的朋友，你知道这个烫，你知道那个水是有多烫吗？刚才你一说那个肉，我是说不论如何我要把它给咽下去，嘴烂了也要把它给喊出来。你为什么不用手势说等一下？但是你为什么不先吐出来？我怎么要是我一定吐出来？虽然我们今天这么累，重来什么？虽然我们今天那么累，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哎呀，我真的觉得你下次可以约你老公来缅甸呢，因为我们刚才在聊那段你在不在，就是虽然他们的城市是那么淳朴，然后感觉好像没有开发的，未开发到那么怎么原生态，对，就是很还是很。婷婷，那你是没有去过不丹，他们有那么重视环保吗？干净到不行，而且不丹的东西也很好吃的。不丹东西非常好吃，然后他住的饭店里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然后非常干净，然后也不没有蚊虫，因为他们都有放香茅。那他们的街道是什么感觉？是非常干净吗？不是，他们的街道也是这样子，有沙，就是没有特别开路，可是路边没有垃圾，很干净，然后空气真的很好。我一直，那为什么你们度蜜月的时候去不丹会想要让我去嘞？你们不是度蜜月吧？去那儿？我们不是度蜜月。我们那时候去也是4月1号，你记不记得？然后我们一到的时候，你打电话来。我告诉你，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故事，说那是我度过最爽的一次愚人节。我说因为他大 S 太难骗了。然后西元就接到谢帝的电话，然后谢帝就说：“但是大 S 为什么你们去不丹的消息现在全台湾都是整个新闻都在报然后你知道西元接到电话就瞪我，立刻瞪我说：“哎呀，你跟谁说了？”我说我哪有跟谁说？然后后来我姐是说：“哎呀，并没有，哎呀，说他没有讲啊，为什么会报？”我说没有，因为 detail 写得非常清楚，而且有一篇报道是阿雅跟那个记者已经是有采访过了，所以你跟谁去，然后你们要干嘛什么？我说巨细靡，现在电视都在播什么什么，然后我姐又在骂阿雅说：“刘汉雅，你干嘛接受记者访问啊？”然后他就在旁边说：“我哪有啊？”然后他就说：“我真的没有。”就吵得很激烈，然后就是吵了很久很久之后。然后我姐说：“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那边是以写什么？”然后我就说：“删。”他说：“干嘛？”我说：“愚人节快乐。”等于这一次骗到两个人，你想看多爽啊！你骗到三个人，因为我老公也在，我老公整个大爆发。他当时也在抓狂吗？他说：“老婆，你真是什么朋友？”他说：“阿雅，你也被小黑骂吗？”他私下跟我讲。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我什么时候我什么都没说，为什么老天爷啊。然后最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妹跟我说愚人节快乐，可以自己点点吃。这家伙怎么搞的？弟弟，我的心肝。
你今天有没有感觉到地震？林跟妈妈讲。是。你怕不怕？他说哭很大声。又哭？那你男孩子这种可哭的。Shut up， 王小飞。妈给你亲一个，嗯，妈妈要给你魔法亲亲，有没有？对。你害怕的时候，你就把魔法亲亲放在你的胸口。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林。冰箱没有关。他很不爱关冰箱，我发现。这就是直男呐、啊！我最喜欢我老公在台湾交的朋友就是信。你对我老公有点意思吗？没有，他就是一个小孩。嗯，他是小孩了。他就是小孩。啊！我想不懂的人应该以为我们在生孩子吧，可能羊水都破了，赶来吃一餐，羊水都破。我感觉这家应该会很好吃耶，那个味道，很地道的菜。嗯，我选了这间店，是不是觉得很对呀？对，它还有那个呢，炒饭，怎么样？我想说 ，wood ear， wood ear， 木头耳朵。所以是木耳。喂，你好，是谁的？没有啦。我以为有急事你才会打给我，你不要吓我好不好？拜拜。是谁呀？不知道我点的是什么。哦，汪小菲还不是谁？他说什么？你去迪拜啦，你去迪拜啦，因为昨天信不是要吓他说要把我带去迪拜。哎，我可以打电话给你老公吗？可以。你不要讲一些让他们俩会吵架的话。当然不会啊。你现在人在哪呢？台北家里望穿秋水。如果我们明天改地方到迪拜，你要来吗？我以为她老公来了嘞。真的，我想说，哇塞，这个雨神整个完全毁了。我跟我妹早上在比看谁讲的比较像北京话，然后她就说项链儿，我说那戒指呢？你说说看。戒指儿，你今天穿的衣服都挺花的。然后我就说，所以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我们小饭小人吃饭，玩完我就不知道去的地方，我都多远我也不知道。就很像，就是很，我以为我老公讲话我都听不懂。好了，最会模仿的人是大 S 了，真的。有一次是我生日吗？我们模仿别的女星，他模仿周杰伦，好厉害。因为你戴那个帽子，不是我戴假发，我戴假发然后剪成周杰伦的发型，他的封面的那一套红 T 恤。他怎么能够对可塑性强到他可以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而且那个姿势就是，对那种头的扭动的姿势都对变成，那时候真的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感觉。而且他一半就是半到底，他整晚就是对，要跟他喝酒什么他就讲对，真的。我妈妈只生三个女儿啊，我多羡慕她。自摸，过程迎过程慢慢飞。觉得当时去年对，因为去年我得了最佳女歌手奖。朕今年心情真好，好厉害，超像的。哎呀，不错。大 S， 大 S， 小 S。嗨。木村拓哉。
それでですね、すごく光栄なんですが、皆さんの中に、長い間ファンでいてくれた方がいらっしゃるそうで私です。本当だったら実際に僕がミャンマーにお伺いして実際にお会いした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ちょっとスケジュールの都合でどうしてもミャンマーに伺う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で。あー残念です。今回このレストランを、僕が用意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大挑戦ついに知った。ぜひ皆さんが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れば嬉しいなと思います。ぜひ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はい。最後にこの自分たちだけの旅が皆さんにとって最高に楽しく、皆さんの友情フレンドシップがずっと続くことを僕は祈ってます。絶対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开心死了吧你知道吗？说真的真的我都替我姐想哭那个袋子给我留下来，我拿回去给我姐妹，不是姐妹，我家人看那姐妹不都在这儿吗？所以我说你们一定今天晚上要来，因为这个是给你们的 surprise。因为你们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说有人介绍，所以你就说安吉丽娜朱莉来过这里。对，然后我就一直说啊、哦，我订了一个餐厅，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就是木村先生送的。轩、啊，你今天根本就知道这一切，我好憋啊，我好憋啊！我为了要说服你们来这一顿晚餐，你知道我是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因为你们昨天一直给我打枪，然后明天我们就在外面吃晚饭，我们都不要做了。我觉得应该是晚上点 room service 吧。对啊，晚餐一定要吃吗？因为我们不吃晚餐，就算我们回去，我们还是会饿，可以随便吃个泡面打发打发。晚上的餐厅是说很高级还是说是好吃？如果我明天要那么早起的话，我通常就是不会吃东西就赶快睡觉。是谁跟你说很好吃的？哎，给你一张纸条。啊，那是他亲手写的。我觉得你不会是去跟他见面拿这个签名？当然没有，那我真的会跟你断交。难怪你有没有发现，就西园一进这间餐厅就觉得对了他的味。你们俩好配哦！你知道我姐喜欢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啊？什么程度？她从国中就开始爱他，我还为了他学日文，还为了他去日本发展。他就一直说这个人跟我长得很像，我以后就是要嫁给他，没有，我绝对不会嫁给别人。我们第一次14岁那时候赚了钱拍广告，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去日本，因为我们想要去埋伏木村拓哉。算完成了一个很棒的心愿吧，而且他是就是真的是在对着你跟对我们说话。他为什么还要对着你们呢？我觉得他应该写 to dies 就好了，因为他祝我们友谊长存。你不觉得很感动吗？我们的友谊已经本来就会长存了，然后还被木村拓哉祝福。知道，对。我要在上面印一个唇印。太干了嘴唇，要不要我帮你亲？不要啊！如果木村拓哉来到现场，第一件事我就会冲过去抱住他，用无尾熊的方式夹在他身上不放开，然后趁机一直狂亲他，狂亲他。可是万一小飞看到怎么办？管他的
我爱他比爱汪小菲更早之前呢。可是你已经嫁给汪小菲了。可是他是我的偶像，跟老公两码子事啊。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又好像没道理。我也是在想。可是讲真的，你觉得木村拓哉比较帅，还是小菲？我觉得木村拓哉比汪小菲帅一万倍。哎、欸，奇怪，这是人家的感受，你干嘛哎呀、啊？还要说哎、欸，说的好。Baby， 起来了没？我们现在在吃饭，听爵士，很想你。我起来了，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出发。然后完成我们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我们四姐妹要拍一个超级时尚的大片。睡太熟了吧，化妆台都给拆了，这真的叫睡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你们都不困啊？走吧，走喽。到了。哎，大师。他这个构图其实跟我设想的基本是一模一样，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谁坐在这里是很窄，那我觉得这是不是要站一个人？对，站一个。对，把鞋给我。有一位是在司机的位置。哎呀，你当司机。哎呀，出得来吗？都到小孩子这样子看。你这个讨厌人。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哪眼能看到？随便160升。比比比，你人生什么都要比。OK， 我们看。差不多了，可以看一下好吗？好，看一下。好时尚啊！可以的，可以的。你阿雅的表情不时尚。我觉得我这张有错啊。没有，你那个是你这张、OK 啊。就上班族要赶时间的时候。他遇到了塞车。请问文莱老师要怎么样可以有时尚脸？你看小轩的眼神是要投入啊。
为你是范晓萱。Cool。 那我们再来一下好吗？最后一下。好，来来来，我觉得这个咖差不多了。哎呀，你嘴巴放，你不要这样，你嘴巴可以放松，这样。对，然后眼神可以，眼神可以就是盯着。OK， 我们开始拍啦。漂亮。哎呀，往外看一点。对，很棒，超好看。很好，很好，太棒了，好喜欢这些。好看呢，好看，萱好会拍哦。哎呦，你们也是啊。哎呦，怎么都那么好啊？你就在看自己，对不对？对，我在看我自己。你看我小男友，他盯着我看着，两眼发直。老师，我觉得我这组是不是都没有很好啊？哎呀，是那个气毒女警。哎呀，你就觉得说未来为什么会充满了这些罪恶？ Come on！ 其实这样我觉得轻松很多。对，哎呀，你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哎呀，渐入佳境。哇，好多好好的，怎么办？有点太多了。要不要来一个爱的鼓励加后配？一、二、三、四。后配。哎、欸，我们这次那个拍的那么成功，要不要一起来集体喝舒化奶庆祝一下？当然呢，有拍成功吗？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拖累大家的感觉 ？No，don't think like that。你要有自信，就是管他的，而且要任何不要脸的表情都敢摆，就是那种。怎么这么不要脸？真的好不要脸哦！砰砰砰！砰一拳！今天晚上还是要做吗？还要做吗？来，我们来喝这个舒化无乳糖，细化好吸收，就是好吸收。对，预备起！舒化无乳糖，就是好吸收。Cheers！ 开心顺利。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换了第二套了。OK， 我们开始拍啦。好好看哦，太好看了。太完美了，再来一下。啊，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对。开始拍了，哎，小 S， 我好喜欢你这样，弄头发什么都美。Amazing。被惊了，坐下来。没事吧？给你工资了。有没有人有那个拔眉毛的？拔眉毛。跟那个化妆师拿一下好吗？化妆老师，
冲一下吧。这有水，冰的水。我帮你。婷婷怎么老被蜜蜂蛰了？对啊，第一次是三重奏。蜜蜂，蜜蜂，我帮你拿，我帮你拿。是啊，蜜蜂一定。应该可以了。结束了这一趴。谢谢谢谢，完成我们的梦想。哇，你们看，伴随我们的也是很美的夕阳。现在好适合去吃羊排啊。你们四个人去旅行了，那么你觉得你们在这段旅途中自己的职务担当会有分工吗？就比如谁会管钱，谁会管每天的日程，谁会管谁是领头的或者怎么样的？我不知道，这个角色会一直在变，肯定不会有哪一个人是特别管钱的。我可以先回答你，领头的这个会变，就有的时候可能是 Barbie， 有的时候可能是阿雅。对，你说要去哪里或什么，我觉得他是会有计划的，他会有自己的一个 tempo， 然后跟想法。那我觉得Barbie 他也会有他的想法，就是他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跟 CD 可能主要是配合。您认地图吗？你看得懂地图？你们最看不懂地图是谁？我觉得那是芭比。芭比连时钟都不太会看。我的方向感很好，这一点还始终是不会变的。然后小轩喜欢做功课，所以如果他知道要去哪里的话，他会做好功课。所以如果我跟他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是无敌。管账的部分我觉得小轩跟阿雅都可以，可是因为小轩他很细腻，他会管得很慢很慢，然后就是一块钱都不会差。那阿雅的话呢，他可能会收集一阵子然后在一起管，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会比较快一点，然后比较没有那么计较一点。但我还是比较信任小轩管账嘛。然后认路方面，本来以前我们出国去玩都是我会先做好前置的准备，然后收集资料，然后我来带领他们。然后小 S 脸皮厚，他敢去问路，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三个加起来应该不太会有问题。我觉得钱的话不能交给大 S， 因为他完全没有金钱观念，他一定会第二天就把钱花光吧。我觉得交给阿雅妥当一点。如果要说就是事先先做功课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小轩跟阿雅，然后我们四个姐妹就会开始讲说，就是听他们讲说有什么什么值得看啊或什么的，然后到了现场之后，那个大 S 就会说，那我们第一天要干嘛，第二天要干嘛，第三天要干嘛什么的，然后就是随波逐流。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非常中立的人，然后我也很愿意倾听每一个人的想法，然后我很有办法让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讲出来之后，可是却不要发生争执，就是我会就是一一分析啊，然后什么劝导。所以我觉得我还蛮适合当那种就是和事佬，或者就是中间的沟通者之类的。一般如果照我们小时候的话，一般就是比较苦的活，比如说要跑腿啊，或者是要买东西什么的，这种事应该是会落在我身上。但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本身，因为我很爱动，我是属马的，就是我也是喜欢，就是我做这些活是觉得 OK 的。然后管钱这种麻烦事呢，就是也有可能会在我身上。但是西弟呢，西弟他是这样的，他要嘛他就是可以很不负责任，可是他一旦负起责任来的时候，他也是会有强迫症。因为他以前当副班长，就是把全班同学都逼得很紧。当过副班长。对，他当过副班长。我觉得那是老师也是非常的就因材施教，因为他之前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
爱玩啊什么的，突然给他一个副班长的时候，老师那个犀利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每天早上都就最早到学校，然后点名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犀利，如果在旅程中他一旦管起事来的时候，那可能也会让我们大家就是也会让我们大家就非常要遵循规矩，我觉得是这样。那西元的话，他虽然也他蛮随性的，可是他，我觉得他跟西帝都比较随性一点。然后，但我觉得西元就是他，如果他有一个主见，他要去干嘛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代表这个主见就是没有办法去挑战他的，或者是说这好大家就去这样子，那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有在食物、水、电力等都基本保证下，住宿也保证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有三样你的东西可以带过去，你选择哪三样？我家的阿姨、我的司机跟我老公，儿子随便铺个那个帐篷，没有开玩笑的，对，都不能赖皮。我可能会选，会没有电视可以看，对，我们也不太爱看电视。我可能会带几本书，然后我可能会带一个，会买一台轻便一点的、好用一点的相机，记录那边的当地的一切，还有我们的所见所闻。然后可能还会，准备一些干粮。但我怕那个小孩子晚上如果喝多了又哭完之后会肚子饿，那那个时候一定要吃泡面。还会再带一些可以简单的画画的东西吧。那你觉得你妹会带什么？她可能会带，酒，不管酒不讲，她可能也会带一些书，然后他的那个百宝袋，就里面有一些小镜子啊、发霉夹啊什么的。因为他没有发霉夹，他就会那个狂躁症。还有没有镜子，他就会爆炸。我最必备的啊，酒真的我觉得很需要。缅甸应该可以喝酒吧？必备的就是钱跟手机，然后化妆包，完全在你姐说的。真的吗？真的假的？化妆包有个小包包，里面有夹没夹，然后有一个小镜子。指甲刀没有的话，指甲刀跟拔眉夹没有的话，我可能会在缅甸抓狂，因为缅甸应该很难买到拔眉夹。我猜了，我们觉得买得到。其实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偏僻。没有没有。带三样东西啊，生火的呀，火很重要。带一个游戏吧。游戏是？可以玩的啊，发卡的啊，或者是就是那桌面游戏。对。这些就够了，就这三样是你最觉得最必备的。因为小 S 的选择是三瓶酒。哦，对啊，你看这个我就不用操心，我真的不爱酒，但我可以跟姐妹一起喝。卫生纸。毛巾，我们都是要擦的东西。睡袋，就露营会这三个是最重要的点。还会卫生纸，你要上厕所啊，你都要擦了。毛巾，如果你要下雪或是下雨湿了，也得擦吧。睡袋，因为睡觉真的很重要，对我来讲。